今天买了一种这个螺，这个好像叫田螺，是不是？这个超大个，好大个，我第一次吃。海里的螺倒吃过不少，这个螺我还是第一次吃。去，哇塞，这底下都能吃吗？尝一尝啊。是什么？哇塞！它这底下里边，哇塞，是这种的，看，小颗粒儿，嗯，还挺有嚼劲儿的。这个是白色的，这底下到底能不能吃？我还是就吃上边吧。嗯，